全国运动会十月份要伫个新北市来举办，南投县体育会特别号召着各相关的单位向体育署来争取，希望会当予选手、教练、裁判甲工作人员做册来注意防射，他来保护着参赛者的安全。南投县内包括女子的垒球、空手道、柔道，在比赛当中常常拢会赢。在即摆十月份要开始的全国运动会，嘛真有得到奖牌希望。不过因为疫情进入三级的境界，避免群聚增加传染的风险，选手的训练嘛拢受到影响。透过视讯的教学、远距教学来跟运动选手做体能上的维持训练，那目前我们都无法实际的做练习。为了选手、教练、裁判和工作人员的安全，南投县体育会特别找相关单位共同发声，希望会使替选手、工作人员注意了，维护参赛者的健康安全。在选手在竞技类方面，难免有那个身体的接触以及口沫的接触了，所以为了我们运动选手的安全、裁判的安全、教练的安全。南投县体育会讲，为选手争取注疫苗，除了希望参赛者会使好好准备比赛，也考虑到众人的安全。基台中央会使听到基层的声音，量早来做安排。